您的包和鞋子，不要了。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小智。哎，小智。啊，你姐在百货公司购物呢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呦，她生病以后，我就把她关联的银行卡呀、会员卡、所有的电话号码都改成我的了。我是怕她乱花钱。你看，她一连刷了好几笔呢。行。 妈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拿着你的手机去找他。你在家带孩子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就给你打家里电话。哎，好。我是英素，婉洁。啊，英素，你回来了。江村在家吗？在。怎么又来了？ 赶紧去换身衣服吧，带上结婚证，我们去离婚办事处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有没有看到姜太太？您是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是她的妹妹。哦，这姜太太2个小时以前就走了，买了好多的衣服跟鞋子，之前的东西全都扔了。 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走快！谢谢。我来吧。以后也不知道谁会帮你系领带。最后一次，我一定要系好它。 今后有什么打算没有？能有什么打算？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呗。人生总要翻篇嘛。你也一样。喂。喂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跟英素在一起呢。一会儿我们要去离婚办事处。要去离婚办事处是吗？ 今天就不能安安静静的离婚吗？手机静音没收。来，那说什么？江村说，我姐同意离婚了，突然就把电话挂了。秦素答应离婚？我觉得这事儿不对，咱俩赶紧去看看。好。走吧。 姐在这儿，冯杰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姐？他们20分钟之前就走了，有说有笑的，不会有什么事儿的，终于盼到这一天了。你看什么呢？看您接导航记录，看他昨天去哪儿了。哎，你别看了，赶紧走吧。 先生，您点的餐。谢谢。请慢用。离婚这事我听你的，暂我犯，你得听我的。你今天好像很奇怪。离婚协议书看了吗？看了，我都签完了。好。 你多试点，今天我请。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电话没有人接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觉得肯定是出事儿了，咱们直接去离婚办事处吧。走。 胃口不错，好像要把这些都吃光一样。散伙饭嘛，一辈子能有几次？啊？
以前总是怕胖不敢吃，今天我得多吃点，因为我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到。这话说的多奇怪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嘛。能不能绕路过去啊？我前头都堵死了，我动不了了。你干什么？我跑着过去，前面就是民政局了，这样还能快一点。你让人慢慢等着吧。别着急，我们离离婚还来得及。我秦素就算是离婚，也要漂漂亮亮的。当然，听你的。先生，您的账单请签字。散伙饭应该我来请，平常都是你给我花钱，这顿饭让我来买吧。谢谢。合同我看过了，赡养费比我想象的多，对我是不是太仁慈了？你带着两个孩子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两个曾经是夫妻。虽然这段婚姻是个失误，但是我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。失误？我知道这么说可能会很伤害你，我还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好聚好散。今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跟我说。当然，知道我离不开你。民政局也快下班了，喝完这杯茶，如果没什么事，我们就出发。好。他们根本就没有来过。是去哪儿了呀？啊，你还记得我姐车上的 GPS 导航去过哪儿吗？记得。她最后去哪儿了？胶州湾隧道，那不是我跟江帆出车祸的地方吗？他们去那儿干嘛呀？来了，走，快上车，快！民宿，快接！文艺座，你在哪儿呢？黄嘉文，我希望两个孩子可以平静的长大。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让他们过苦日子，我希望你可以遵守承诺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是孩子父亲，我当然会照顾他们了。你放心吧，孩子也会跟着你，我不会给你抢孩子的。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，要善待这两个孩子。不是，银素，我姐说什么了？你怎么不问问她在哪儿就给挂了呢？她挂了，他说让我好好照顾孩子。什么意思？他不会想不开吧？说什么？你还不了解他？他要是得不到的东西只有两个结果，要么他拼命得到，他要么他就毁了他。他是想跟江村同归于尽。那怎么办呀？那我们到哪儿去找他呀？方秘书，快给方秘书打电话！方秘书能找到江村，快！什么？我怎么定位啊？我定不了位，还是报警吧！啊？怎么了？哎，你这么慌张干嘛呀？公司上上下下等着我哥开会呢，他不会又想放我鸽子吧？我没时间跟你磨牙啊！回头再说啊！不，你说了怎么回事吗？或者说你哥不见了？不见了？他这么大人了，还能丢了不成？你哥好像跟秦英素在一块儿呢，可这打电话也没人接呀。现在秦英素的情况很不稳定，我怕你哥有什么危险。你等我一下，我也去。走吧。今天我来开车吧。为什么你开车呀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离婚听你的，其他听我的。好。
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宋贤也说没有见到我哥，打电话也不接，这个秦素到底把我哥带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我已经给交警队打了电话，他们也会帮助留意你哥的车。我的手机一直响，总能接个电话。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离婚听你的，其他的听我的。我不希望有别人打扰我们。你现在走的路不对啊，离婚事务所在反方向。你还真以为我会带你去离婚办事处啊？秦英素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送你去你该去的地方。好了。你要是不想离婚，你先送我回去。什么时候等你想通了，你再来找我，好吧？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我跟你说过，我们是夫妻，你是我丈夫，我是你老婆，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。停车！我现在要下车，我叫你停车，停车！当初是你先招惹我，是你死缠烂打要跟我在一起。停车！我叫你停车！我当然接受了。哪个有钱又帅的男人会被女人拒绝呢？将军，我当初跟你求婚也可以拒绝啊，你为什么要答应我？你答应我就应该负责任。我找的错只不是你，我承认我们在一起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我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。我知道你要找的不是我，现在找到后续了，所以你就要甩开我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，下辈子吧。你冷静一点，我可以平心静气的谈，好吗？有什么条件你跟我讲，我保证，我可以满足你跟孩子要的生活，行吗？我了解这事情，我承认，我当初看中的是你的钱。你疯了。可是后来，你疯了。后来我发现我爱的是你的人，我那么爱你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？精神有问题，你精神有问题，你该去看医生。我没有问题，我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喂，江博，是不是找到我哥了？还没有，我怀疑他们有可能去了胶州湾隧道，我哥出车祸的地方。他去那儿了。正在接受检查，一会儿我们会把他送到医院，再做全面的检查。三宝，快走啊！走，快，快！
你打他骂他，叫他能回来吗？你给我闭嘴！